奶爸又来收猫了，两只小熊看到奶爸过来就抱在了一起，这画面简直可以做个表情包了，就叫抱团取暖。荷叶被艾灸压得嗯嗯直叫，奶爸想用盆盆奶吸引小家伙们的注意力。荷叶第一个下来了，艾灸还在树上，看来没有想下的意思。奶爸决定爬上去把它弄下来，第二个奶爸在下面接力，然后奶爸费了好大力气，艾灸终于被弄了下来。劲儿太大了，像袁说的劲儿太大了。回去不准喝盆盆奶了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艾灸吧。他叫什么？但是最后，艾灸还给奶爸使了个坏，抱着木头不撒手，奶爸憋红了脸，几乎抱不动。这都抱不动，就是不肯下班。人家两只小熊都被收走了，这只也走了。这肯定是一只贪玩的。